管他，我有创意。啊、是手柄吗？还是？对，懂了。对对，就跟摩拜单车一样，铺的满大街都是，都成了一个规模。这个项目还比较新。它这个嘞，现在目前我们是要选择那种安卓跟苹果。然后假如我选苹果，做到破除它在这边界、广州界、深圳环、伊地环对，深圳界、北京环、北京界，然后最后我们最终会达到这个效果。这个有六个，再装六个。有六个的，有十二个的。对，这就可以了。小母神模式的合理解析，然后可以在别的地方还。对对对，因为现在我们现在是上海、北京、广州、杭州、深圳，我们现在可以随时建。啊，不然呢？该别人，我懂不懂？啊，不然呢？我得。你要看一下环境性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啊，对，环境性。对对，因为看环境性啊。机器的话，铁道这个商。啊，不然对，恰克是光光说的。我机器就设置目前好简单，我飞出去的话五点就有点偏，交点佣金嘛，对不对？他说就交点，但是我飞出去啊，跟我一起铺这个机器，没有问题吧？对，我们提供点商品是免费的，免费提供，对，免费提供，对。是，就是说合作方式，合作方式，他就可以了。我们这个项目，现在目前。